他们年龄能有多大呀？十几岁，二十几岁，都非常年轻。他们这些人有多少又是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呢？那天晚上，我在这洪山江边祭奠了父亲，给父亲说了好多话，好像我的父亲就在天上。呀，我心情特别激动，我哭着，我说：“爸，我来看你来了，儿子，这么多年一直思念你。”身体发肤，收拾父母。我这胡子就留着他，再也不去剪了。等有朝一日我到我父亲墓前，我把它剪掉，把我的胡子埋在我父亲的墓前的土里边，这样能跟我父亲永远在一起。不后，我是玉成，家里人等了你几十年，你也终于回来了。现在我们一家六口人也生活得很好。现在我有两个孩子，也是你的孙子，我也时常讲讲您的故事，我们都会远远地记着你。1952年的10月11日，上前线，我们要夺回三九一高地，因为那个三九一高地是敌人占领了的。如果我们夺不回来的话，我们部队要后退200公里，无险可阻。你如果要前进，要到三九一高地的话，必须通过3000多米的开阔地，开阔地是封锁了的，敌人飞机、大炮。哎呀，子弹炮弹，我说老实话，我说很难得看到这样的那个场面，炮弹、炸弹啊，炸起来以后啊，哎，那简直是就像下雨一样。所以啊，我的封锁线就是偷到起，就动员了全团530-540个人，全副武装，潜伏到敌人的阵地，离敌人50来米，隐藏下来。在20的中午，敌人发现了我们有埋伏，燃烧弹就打起来了。今儿炸的这燃烧弹，啊，轰的哈，照的火烧的哗哗，说了不敢动，这呢就是三九一高地。他可以滚下来，把火熄灭了，再上去。但是这个时候，邱少云呢就没动。他用他的这个毅力，两个手啊，就很深深的话插在泥土里，然后就投他一片，接着话活活的就烧死了。我们呢是啥子啊？我们担架兵呢是哪个？大概一个排编了10几个组，但是嘛，我是个组长。担架连呢是个任务是这样，专门上面运送弹药，再有啊就是，啊，它有上面和遗体嘛。10月12日9点钟，我们随着前面部队上去。就闻到这个味道以后，我们就跟着去找。找到以后，就看到那就烧焦了，人就烧焦了。
下半截虽然插在后头等烂了。几十公分的长槽啊，天哪！当时呢，我们就把邱少云呐翻开一看呐，枪弹、子弹、手榴弹还压在胸口上，因为他一爆炸了以后，那个如果已经爆了，那就几百人家那又是回事的嘛。所以我说他没有暴露目标。哎呀，我们家这个人不简单了，看他又流泪啊，大家都哎呀。大家三个人哭了一场。当时呢，就是一个蹦弹架，没有没得盖的，没得跟他搭的，三个人就把他把这个雨衣拿下来，把它铺好，想办法把它弄在担架上。那天晚上我们就开始行动，因为白天你不敢动飞头去。关键就是在如何通过一个3000多米的开阔地，所以我们就跳新弹坑。那些老兵教我们的，你们要这个第一发打起来打在你这里，他总不能够第二发再打在你这里去。第一支前进还要跳弹坑，没法了，只有能留到背。前进的时候，结果我们三个人呢，有两个人负伤，一个出队友，腰杆、胸部负伤。我左脚尖鞋尖打断，三根脚趾头流血，自救啊，那就只有自救啊！把救急包拿到以后，塞到那个流血处，忍痛完成。运到了4000来米，就是松林坡，在掩埋嘛，当时没有人在挖坑了，挖了几十个坑，那些白布那些准备了的，我们去以后，主要是把人抬上去捆好，把它放在坑里头，写了几个字，烧伤烈士，就把插在后头，埋他掩埋他的时候，三个人流泪呀，一人折了根树枝。压在烧伤战友身上，望战友一路走好。那但是你没得其他啥子啊？啊，望战友一路走好。2月18号呢，是不是政治部那领导着手啊？上级有指示。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立过一等功的应级干部，这样牺牲在朝鲜的，统统的运回祖国安葬。这样我到军部以后，因为军政治部有那个严干事人一负责，严干事说分开工，他的四部车到上甘岭，就是吴胜山那个地点，那里这个二十四五个的，叫我29师张干事。叫我俺俩个一个组，带一部车，到那里翻到平康。那邱少云，他是29师的，因为29师张干事，他在那买的。53年的2月21号的晚上，我都记得很清。一般晚上行动，他探照灯一开，你不知道把那山都照得明晃晃的。他那炮风说，飞机风说，飞机一来，那汽车马上得停下。藏起来啊！这行动都在伪装，晚上都10点多钟了，赶到那里。那墓地那一百一不溜，那就不是30个20个。那说实在，那拿手都，我是一个转一个转一看，这谁说？差不多有一个多钟时间了，我还可以。
邱少云他原来牺牲的时候，一般来说一个站子一张20-100步捐的，一看见那，这心里感觉确实是这老战友，他们是英雄啊，给科里敬了个礼，我说啊，邱少云同志老，你是战友呢，有你护送你回国来的，就这样这个抬出来。弄担架抬到机场的啊，这翻到山灯下，山灯下离鸭绿江还有400多里路，但是幸运的时候第五天一天都80-90里路，一般的什么白天就不要动，还得带伪装，冬天来得陪着白单子当雪，飞机来了趴着不动，不是不跑路。邱少云有个那叫那十五军，在那个安东那个刘处的那个草场，那时候就准备了29口大棺材啊。十五军反正运回29个的，前面3排是4个，后面2排那20来口掰开了，头一个是黄继光，第二个是邱少云，第三个是孙占元。1953年，运送英雄遗体回祖国，我的任务也就从那时候一直完成了。这一段情况，我直到现在说良心话，这我自己亲身经过的事情，直到现在也忘不了。我叫康明，1951年4月出生，今年72。我的父亲康志忠是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70-19团团长。他1952年底入朝的时候，当时我只有1岁8个月。我对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写的这些信件和他的照片。这是我家最后一张全家福，我妈每次看到这个照片就说，1953元旦前一天，你爸几天都不见面，那天下午突然回来了，一进门就说，明儿呢，我妈赶紧说刚睡刚哄睡着，你声音小一点，我爸说抱我起来照相，结果我妈把我从被窝里抱到院子里边照下了我们家这张全家福。照完照片以后，我父亲跟我母亲说了，说部队今天晚上就走了，如果我这次回不来，你就带娃回西安去。我妈说你胡说啥呢，你要是回不来，19团谁还能回来。我父亲也没说什么，那天晚上部队就整装出发了。其实我小时候就我最怕就是我母亲哭，每次我看照片的时候估计我妈说这个是谁那个是谁，
其实我知道是我爸爸，我一问他，我妈的眼泪就下来了。以后我大了一点了，我那隔壁有个姓孙的，我叫孙爷爷，他有个那个儿子叫胖舅，我妈没事就有时候就到他们家去抱着我串门，我就听见那个胖舅爸爸在那叫呢，我突然想，我就装着问我妈，我说妈，别人家的娃都有爸，我爸呢？我一问，在场的人全都不说话了，我妈一家就大哭起来了。从那以后，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爸牺牲了，但是牺牲是个什么概念，我还真搞不清楚。知道是我一是我，再也见不到他。1966年，我在西安八中上中学，我开始想了解父亲究竟是怎样牺牲的。这一年我来到北京，见到了父亲的战友孙素阳。孙素阳一看是我，一下子就把我给抱住了。孙素阳第一句话，你爸爸牺牲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他说有一天碰见那个教员拿着电报，我一打开上面写的19团团部被炸，我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就跟那个人说赶紧发报报名单。过一会儿电报那边哒哒哒哒电报过来了，团长康志忠，政委孙泽东，参谋长王洛明。哎呀，我一看到这儿，他说我当时就瘫坐到椅子上了。以后这些年里边，我就是凡是牺牲的人，十九团的人，我都问当年的牺牲情况。记得有一次是春节，大年三十，我母亲给我包完饺子以后，我坐上西安到杭州的硬座车去那个杭州，我父亲老部队。当时可没还没有春运这一说呢，我看了一下，就几个人。杭州见到了当年的二连连长王一龙。他给我讲，26号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全连200多人已经潜伏到了敌人阵地前沿，就等着傍晚发起总攻。但是啊，那天我们等了一直到天黑以后，还没见那个作战命令。我心里正纳闷的时候，电话来了，命令我们全连撤回。回来以后，我才知道，我们19团团部被炸。47，2000年，我终于找到了当年和父亲一起在19团指挥所遭遇空袭时的幸存者，军务股长傅佩莲和报务员韩永年。这个第几列我印象是分3批来的，第一次炸的是白色有点震动，我就这次白色拿电话机呢给团长考制组报告了，团长说叫部队的注意有变。这个话刚说完的第几列又来了第二批了，它都是重磅炸弹，那个一个坑的话就是10米左右吧。我们那个坑道里头呢，正好是有点钉子形的。我们和总机这个坑道呢，这个上头呢有点石头。那么团首长那边呢都是土，它整个一个山呢，轰炸的时候很厉害，4个坑道口，全部先把坑道口给你砸塌。听得见它这个重磅炸弹前面有个撞针呢，一落地以后咔嗒一响。一响以后，然后啪爆炸。团长他们开会这个地方呢，一家伙就浮死了。那个指挥说呢，浮化石，一有震动呢，哗哗哗哗就往下流。我这个是白色，我跟团首长报告，
也打不进电话了，电话线断了，就那个隔壁的娃嘞，要娃嘞，那个粉化是哗哗哗哗哗，一边挖一边滑，以后上边说不能挖了，这挖的就造成二次损害了，又怕把那个挖的部队围绕里边。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以后，新开始开挖被炸的志愿军十九团指挥所坑道。当时经过两个月的开挖，终于打开了十九团指挥所的两个坑道口。进去以后呢，看到是这样一幅情景。他们见到的人是跟我说，很多战士趴地上，把脸埋在泥土里，可能是想呼吸最后一点的空气。你的父亲躺在行军床上，盖好被子，戴好军帽，躺在那里就像睡着了一样。旁边的地图上还掺着你的一张照片。小明的相片也收到了，我把它插在家中地图上，每天均能看到。他是否还是那样调皮？听他会说话了，都会说什么话？请也告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他的牺牲的地方。我还真去了朝鲜很多地方，去过金刚川，去过海州，我始终不能到我父亲的墓前，因为他们说那里是军事禁区。2013年，我去了韩国，在台风瞭望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志愿军十九团攻占的第一米西北无名高地，是以最崇高的敬礼。在第一米西北无名高地的后方，就是我父亲牺牲的十九团指挥所。当我第一次看到我父亲牺牲的地方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激动，第一次近距离的感觉我到了父亲的，离父亲最近的地方。看见我父亲牺牲的山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最大的安慰了。面向那个朝鲜方向，向那个志愿军烈士、十九团烈士们祭酒。还会来看你们的。我就说：“爸爸，您的明命来看你来了，这是我能所能到达离你最近的地方。”如果有一天呢，我能到我父亲的墓前，我最想说的话就是：“爸爸，我们回吧。”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197000多名中华儿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献出宝贵生命。其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部分官兵牺牲在38县以南韩国境内。在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通过板门店，陆陆续续有一部分在韩国境内牺牲的志愿军英烈的遗骸交回祖国。在2007年，韩国发现了400余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暂时安放在韩国境内。2013年，中韩两国达成共识，决定从人道主义出发，每年共同组织实施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2014年3月28日，首批437位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迎回仪式成功举行。我叫邓其平，我是一个志愿军烈士的儿子，我的父亲呢叫我邓世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地牺牲了。父亲牺牲的时候呀，我刚刚3岁零1个月。2014年，咱们志愿军第一批遗骸归国，这次对我影响和震撼特别大。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从韩国回来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我们是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院门口，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卡车，一辆卡车一辆卡车进去，等这个灵车过来以后啊，我那个时候66岁了，我失声啊，我第一个哭出来的，我是控制不了。因为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我哭的时候都像个孩子一样。我还算幸运的，我还记得父亲有几个片段。我们这里边有很多人，有的是一父子，有的是记事吧，根本就没有这段记忆。你像我的妹妹，没有见过这父亲。今天回来的都是我们的亲人，他和我们的父亲一样，都是在50年、51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到了长河战场，新河战场，60多年回家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在当地时间3月28号上午，韩国军方正式将中国志愿军的遗骸移交给中方。在经过了长达60多年的等待之后，中国志愿军的英烈们终于能够魂归故里，安葬在祖国的土地上。继2014年和2015年之后，这是韩国第三次向中国移交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其遗物。稍后我身后的这架中国空军专机就将搭载着这些烈士遗骸以及遗物返回到祖国的怀抱。2幺东49，报告您的任务性质。我是空军2幺东49军机机长，我奉命迎接志愿军中烈回国。欢迎志愿军中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2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2幺东49收到，保持飞行。明白，加入编队。第四批在韩中国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装殓仪式今天在韩国仁川举行。志愿军烈士，敬礼。今天上午，第五批20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这里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负责迎接第6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的空军1276专机
正在平稳降落，两架歼十一 B 护航战机正在低空空场，他们拉起了白色尾烟，以空军特有的方式向英雄致敬。今天上午的11:18，载有11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中国空军运20专机降落在沈阳陶谦国际机场，这也是2014年以来第七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70载，山河已无恙，最可爱的人今天回家了。从2020年开始，我们能够派出国产大飞机运20。去执行遗骸的护运任务，我们感觉特别的自豪。70多年前，志愿军英烈很多可能就没有制空权，完全是被敌方的飞机炸死在了现场。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派出运20，我们世界领先的国产大飞机去迎接遗骸回国，可以向英烈道一声，先烈们，你们可以放心了，祖国站起来了，强大起来了。下作准，起步走。第七批，我们迎回11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跟随他们一同回归祖国的有1300余件烈士遗物。在遗物当中呢，我们发现了吴雄奎烈士的印章。印章呢，它其实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有一个姓名，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烈士遗骸回来的时候，单从遗骸上你没有办法辨别他是谁，但如果有一枚印章的话，这样就是我们寻找亲属的话，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向性。寻找他的这个与印章相对应的这位志愿军烈士和他的一个亲属，就要把所有涉及的军史战史呢全部都要找全，进行一个逐一摸排，并找全之后呢，推测出来他们当时的这位志愿军可能参与的这个部队番号，以部队番号为基准，将部队番号里面所涉及的相关人员，比如说相同姓氏或者说相同后两个字的名字，这样的人员呢进行一种逐级的一个分类。当初我们都是以印章为基础确认身份的，根据他们的这个参战部队、牺牲时间包括发掘地整理出来的这个烈士名单，摸排到的烈士亲属。当我们发现这个印章的时候呢，我们进行了一些
信息线索的一个梳理，然后发到各地的省厅，请他们帮忙协助摸排。2021年5月，我们接到上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通知，要求查找吴雄奎烈士的亲属。我们在查阅了吴雄奎烈士的档案后，发现吴雄奎是我们亲口证人。我们当即就通知了乡镇进行入户排查摸底，以后找到了吴雄奎烈士的亲弟弟吴奎弟，他们是住在青口镇红山村的菜市场边上。吴雄奎是我的哥哥，我的吴奎弟，我是他弟弟。当时他参军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印象不深。到他牺牲了以后，我才知道他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啊，他光荣的牺牲了。前几天电视上看见，有的人是还要让从韩国人拉回来吧，我刚刚说啊，什么时候能拉回来？2021年的时候，我们县退役军人事务所里面，还有我们镇里面，到我们家里，他就叫我跟我父亲嘛两个人，去我们人民医院里面抽血 DNA 比对。烈士遗骸身份确认啊，它是要通过 DNA 的信息比对来实现的。说到比对，必须要有烈士遗骸 DNA 和烈士亲属 DNA。困难主要在于当时很多烈士牺牲的时候比较年轻，没有后代。这些遗骸受战争创伤大，加之常年的雨水和微生物的侵蚀，提取非常困难。DNA 比对的流程呢，就是我们先进行采样，然后把这些样本呢带到实验室进行前期的处理。我们牺牲的烈士呢，大部分是男性烈士。为了在采集的过程当中呢，避免对这个样本的污染，所以我们尽量是，采用这个女性进行这个 DNA 样本的采集和检测检验。开始工作，请739号棺椁。向烈士默哀一分钟，鞠躬。默哀结束，开始工作。当检测完之后呢，我们有了遗骸的 DNA， 也有了亲属的 DNA， 然后我们会进行分析比对，看它是不是来自一个同一个父系的，或者是它是不是来自于同一个母系的。当确认完之后呢，就要进行个体身份识别，也就是确认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到底是兄弟姐妹关系呢，还是叔侄关系，或者是孙辈关系。这样最终才能确认他们的身份。
2021年的时候，我跟我父亲经过 DNA 比对，跟吴雄奎烈士的那个骨头那个 DNA 比对，比对成功后，确定了那个烈士吴雄奎。去年那个沈阳烈士陵园那边又邀请我们出去祭拜嘛。不误啊。我这是代表父亲过来看你的，我也带了一点橄榄。我们家乡那边现在变化也很大，可惜那个看不到。特别看到那个墙壁上，那烈士英名墙上面不是很多的名字嘛，都是跟我伯父一样牺牲的战士们嘛。因为我刚好又拿着我伯父的那个照片，他那照片上面的看过来很稚嫩，看去就像小孩子一样，那时候会忍不住哭起来。哦，我是玉成，我们一家人也等了你几十年了，现在你终于回来了，现在我们一家六口人生活得很好，我们还时常挂念着你。过年过节的时候，我都会摆上一副空碗，等待着你回家。我是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讲解接待科王春杰。说当时呢，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着123位志愿军烈士，他们大部分呢都是在1951年到1955年期间陆续迎回安葬的。从2014年到2022年，国家以最高的礼遇迎回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直至目前，陵园总计安葬志愿军烈士共计1036位，并且呢，我们也整理在韩志愿军烈士的相关遗物。那么现经整理呢，已经有9000余件在韩志愿军烈士遗物。在整理烈士遗物的时候，我们还发现了几条完整的皮带。我们把这几个完整的皮带，我们也展出来了。我们看到皮带的时候，其实这完整的皮带我们一量尺也就1尺89，这个也就这么粗，可以说战士们的身材可能是比较的瘦小，但他也是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下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就想到了什么，战场上一口炒面一口血，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我曾经也采访过志愿军战士，我说你们在战场上吃过冻土豆没？我说我那天我试了一下，我烀熟了给冻上了，就跟石头一样，可硬了。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吃啊，你捂拿手捂一层，你啃一层，带捂化一层，带啃一层。但其实能吃上冻土豆啊就很好了。长空寄忠魂，英雄归故乡，向志愿军忠烈致敬。感谢歼20编队护航，我们一起铭记历史，告慰先烈，奋斗强军高飞远航。大概会提前10分钟，塔台会广播。在那之前呢，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就已经在方阵里面列队等候了。那次情况特别特殊，在飞机降落前20分钟，雨势突然变大。从韩国迎回志愿军烈士遗骸，这项工作进行了9年，还是第一次
遇上在现场遇上那么大的雨。大家都在现场肃立，雨是越下越大，而且到了九月的中旬，当时我们的志愿军老兵穿的是以前的老军装，跟我们的烈士遗属呢都坐在前面，气温呢都已经比较低了，但是都还是坚持坐在那里。17日，中华军民谨致祭志愿军烈士灵前，一朝去国，长辞不返，风起日新，山水伤情，遵仪祭奠，安钟鼓于故里，无钱隐服，依同袍之总营，春秋代戏，骨肉衔杯，登高灵眼，招我英灵，魂喜归来，无字异乡，魂喜归来，观我国光，魂喜归来，家名孔章，魂喜归来，万古流芳。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